你得游得再快点才行啊，伙计！狮子鱼，呀呜！嗯，承认吧，我的狮子鱼造型骗到你了吧？好吧，可能吧，但就那一下而已。我不知道还能这样坚持多久。 呱唧，请这里来。知道好歹的话就待在里面吧。他已经回家去了。呱唧，你在里面还好吗？还好，队长，按计划进行吧。皮医生，收到请回答，你找到红枣了吗？还没有呢，队长，这里面有点窄，太挤了。我们会给你争取点时间进行第三步计划。他来了。 准备迎接这辈子最精彩的演出吧！啊，不，有海蛇呀！没错，是海蛇，一二三，还三条呢！走开，不然我们就扒了你的皮！啊，可别露馅了！我还是换条路回家吧。 太棒了，莫爵士，又是一场五星级的演出啊！谢谢，皮医生找着了吗？队长，我好像看见那只瓶子了，但它被卡住了。哦不，那条鳗鱼抄近路回来了，皮医生，鳗鱼就要回来了，快点，你必须离开那儿，马上！你就差一点了，耶！ 准备开溜了！啊，有贼！你在我家里干什么？啊，皮医生，抓住！哎，干得漂亮，皮医生！呱唧，任务完成，我们现在就去接你。耶！谢谢队长。是莫爵士啊。 这次我可不会上你的当了。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去碰他们，孩子。海蛇咬人可是有毒的。我知道有毒，但他们不是海蛇，他们是海蛇。跳上来，我们得把这些药拿回去给植物鱼们。喝了它，你们马上就会康复的。 队长跟我说你的演出相当精彩，精彩极了！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们就无法取得成功。你太章鱼总是乐意参加演出的，而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的保留节目。哦，是吗？海蛇哟，不赖嘛。前方有水母，队长。我看到了。兔兔，我们下沉的太快了，章鱼堡舱门能关上吗？我正在努力，队长。皮医生，你负责找沙丁鱼，谢灵通找斑马鱼，我去找狮子鱼。要悄悄的。过来，斑马鱼。 我的天哪！只需一口，吞下。进来吧。抓到你了，莉莉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喵呜！哦，谢谢你，路易。咱们赶紧出去吧。皮医生，呱唧被蛰了，到医务室来，动作要快。 热水应该会让你的蛰伤感觉好些的，呱唧。已经好了，但如果不找到那两条烦人的毒狮子鱼的话，可就真的水深火热了。但至少斑马鱼安全了。沙丁鱼，我们必须赶在狮子鱼之前抓到它们。它们在那儿。
你来抓沙丁鱼，皮医生，我来对付狮子鱼。只需一口吞下，沙丁鱼安全了。只需一口吞下。一小群鲸鱼在正前方，咱们得离开这儿。对不起，小萝卜，追上他们。跟上，如意，咱们快离开这儿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好主意，丽丽。队长，狮子鱼朝发射台游过去了。明白，图图兔，狮子鱼正朝你的方向游去。张宇把舱门关上了吗？对，马上就关上。你都来不及说，拔呀，拔呀，拔萝卜。关上了，队长。看得漂亮，兔兔兔。我们现在分头找他们。点心一直都没吃成，嘿，他怎么样？队长，我们已经离开鲸群了。时机刚刚好，大家准备好了，要分跟头了。只需一口，抓到你们了。